先弄明白玉峰，先弄明白。玉峰，谢谢、啊。你看，人家玉峰一来，你就完全失宠了嘛。哇，这么多人啊！请同学们排队回教室，不要在操场上逗留。各班班主任，请管好本班秩序。陶西，听见了没有？你们高一六班在后面挤成一团干什么？因为你们班玉峰，让整个学校秩序都混乱了。可以后再出现这样问题的话，身为班主任，你应该有职责想出办法吧。班主任，这会不会太为难陶老师了呢？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，我劝你自己辞职，早点离开院领导。哎，我都背出来了，哎，我还就不走了，你要怎么地？有本事你开除我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开除我，我这叫工伤啊！啊，你要赔钱的，你知道吗？看到没有，我能干得起来。我发现你看安主任最近怪怪的，虽然他嘴上还是赶你走，但是对你的态度已经温柔很多了。陶老师，大家接着跳啊！呦呦嘿呦嘿美，主任 What's up 美？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要我整顿课间操纪律问题吗？我这不在整顿吗？你这叫整顿纪律吗？现在全乱套了。这不比平时他们瞎比划那几下强多了？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学习了。有眉毛都我染毛你没有。你平常做事都这么冷静有条理，但为什么遇到陶西就这么较真呢？虽然陶西这个人啊，平常看起来不太靠谱，但是如果你跟他熟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人其实不错的，眼见不一定为凭的，说不定你会对他改观的。